新的玩具店要抽一番赏，这家玩具店叫一抽入魂、感觉就很适合我啊。这个刚好离我们家很近，它在三重菜寮，在二号出口一出来，巷子走进来就到了。对，所以我觉得很方便，大家可以搭捷运来抽一番赏。那我们今天要抽的是，哒哒，就是海贼王 Four Force。这一赏大家最想要、最一定要抽的就是 SP 赏太多。没错，这个是一定要抽的。可是我自己对他其他的，像是索隆、古夫还有这个波，我都想要抽。哎，还有这边这边萨波，我觉得这个一定要收整套，因为我自己是非常喜欢和之国他们的造型，很可爱、很帅。我还没追和之国，所以我看到这些我还没有感觉。我也没追完，我就喜欢和风啊，所以和之国的造型我都很喜欢。哇，那这个是全部都要哎。可是我想强调一点，这个跟后面那些 GK 比起来，我不会想要后面那一堆 GK。请问我们今天抽一番赏还是买 GK？我不知道，因为这家店有很多 GK， 然后我们刚进来的时候差点被 GK 迷惑了，但是不行，我们现在要抽一番赏。大家如果有空可以来这边看一下，这边的摆设真的非常非常的精彩，对，精彩又很屌。那我们就直接来抽，先实抽，好，好，来了，有压力怎么办？有压力好像不太对，不要紧，因为我刚刚看到凯多，我被吓到了啊，不要紧张、啊。他这一次的签纸是紫色跟黑色，就是凯多的颜色。凯多是紫色跟黑色吗？因为我看漫画都黑白的，我不知道是什么颜色。应该是啊。好，那我们就各五抽咯。现在五抽，我先抽五抽。好，我们换个方向好，绝对不换牌。大家知道我是绝对不换牌的。来 ，G 是小盘子，水墨风格，名场景小盘子。哦呦，再来。G 啊！发生什么事了？风水不对。话说 SP 赏只有一个哦。好 ，H 是杯子，完了，我还装 O 货没了，我先下去了，我先下去了。所以 SP 赏哦，只有一个。对。哦哦哇！可是我最喜欢是索隆啦，可是这感觉要抽一整套。盘子，哎、欸，我就抽到一个鲁夫、欸，哎，那你抽到一整套啊？换你啦、啊。好，你想要谁啊？说实在的，我没看盒子口述，有没有特别想要谁？哦，所以你就想要凯多嘛？凯多我也还好、欸。啊，那你今天来干嘛？我来就是帮你抽啊。这个抽凯多我也是会蛮开心的。好好好，他很帅哎、欸。H 就是杯子吧？等 H 杯子。如果再大 H 就要换牌了。哎、欸，可是你刚刚抽那么多 G， 你也没换哦。为什么我不喜欢换牌？你要换就换啊。一闪，哇、欸！一只而已哎、欸，你等于抽 SP 赏跟 SP 赏只有一只啊！可恶，多傻眼！这么帅哎 ！H， 好像不用换牌哦。看你啊。无念无想的哟。看你啊。等 ，I 赏是只要讲，只抽两只哎。其实我们还可以啦，这我们的野心太大了。对，你知道 SP 赏好像蛮大的哎、欸。还是我们去称一下重量。你要称，然后再考虑要不要抽。好，那我们去看一下。好，我们看一下。哎、欸，他很，
他很秋哎。你这样的感觉好像你已经抽到一样。哦，不是，这是店家借我的。哎，他好重哦，他们说接近两公斤。对，他们说比神农还重，神农就不用讲，那是一个难过的回忆。对，我们来抽十抽，没有就没有了。好，那我们先把凯多坐在椅子上休息。好，你先抽，我先抽。你先抽。你会怕、哦？我会怕。你可能抽到就不用十抽了。你不要讲这种话。五抽。F 字，它 F 只有三个，是纪念杯子，它要写2020-722，好特别哦，这些赏都蛮用心的。为什么杯子只有三个 ？I 应该是资料夹，再来 G 小盘子，我今天是盘子王。杯子 glass， 最后一张，最后一张了，最后一张了，来。我没了，我今天的气有点微弱。我们俩各抽到一支气是就 OK 了。对，可是我们硬要抽，换你了。好，凯多。我觉得是这边 GK 太多，压力很大，你的那个心思都被 GK 吸走。好，来啦。I 赏。是要假。D 赏。罗。罗，哦，你今天好像会抽哎，罗哎。所以这差两支。索隆跟香缇士。好。噔噔噔噔噔。I 赏。噔噔噔噔噔噔噔。哀伤，最后一张了，好紧张哦！如果是公仔，我们就抽；如果不是公仔，就算了。好，好，结束，三支。你今天很会抽哎，你今天还不错啦。我觉得不错，因为我无念无想，完全就是无念无想。那我们先看实体好的。好，哎，这一次的资料夹，我们没有开玩笑，它这资料夹我们都觉得超可爱，因为它总共有十种，它是每一个角色的小时候跟他现在这个样子，然后转过来呢就是合资国样子。店家推荐最好一定要拿的是好像只有一个吧，布鲁克跟罗宾。有人看过布鲁克小时候吗？都已经忘了吧？我忘了，我已经忘记了。然后后面是合资国的，这个一定要拿，我觉得这很特别。然后我们三兄弟都有拿，三兄弟是一定要拿的啦，所以这支资料夹很棒。接下来是杯子，杯子我们刚好一整组六款，其实就是这样子的，就是纪念款。是杯子，它这支杯子就比较普一点。接下来是小盘子，小盘子的话我们没有抽一整套，因为它全部八种，我觉得还是有点像铅笔风格，末世用铅笔风格。哎，我们打开一个来看，因为这很末世，就是很飒爽帅气那种感觉。我觉得看图片好像铅笔风格，它会有点颜色，就是这种用铅笔风格吧。嗯，素描的风格、啊，还蛮不错的。接下来呢，就是刚抽到一个很特别的 F 赏，只有三个，它是整个环绕的，然后就是草帽海贼团这样子。0722是海贼王官方定的纪念，这个很不错哎。可是我觉得很特别，居然杯子放三个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看模型了。首先呢，萨坡罗，哎，罗比萨坡还重哎。因为罗戴了一顶帽子，啊、哦，没有啦。然后接下来是鲁夫，这个我们回去都会开细节给大家看。哎、欸，可是很可惜耶、欸。你是没抽到那个吗？没有抽到整套。这个死人的沉默是什么意思？杀人沉默？我不知道。介绍到一半，对，我真的觉得太难过，我差点哭出来，因为好想抽整套哦。所以我又决定再五抽了。你要不要抽？我抽两张。好不好？啊，你先还是我先？你先。为什么都要我先？因为如果你抽到，我就不能再抽了。那我先拿三张。好。三张，我是真的很想抽整套。如果在五抽那就抽到一只怎么办？就一只，因为你差 B 跟 C 而已。我就要用另外一种方法得到它。好。I 资料夹还不错，因为刚刚我们资料夹有些想要拿，可是我们抽的不够。我头好晕哦，这样对吗 ？G 小盘子，我今天不 O 哎，好呀。你有抽到一只 A 啊？哪一只 A？ F。不要再让我抽到杯子了，这个杯子只有三个，然后我抽到两个，我抽到杯子，哎、欸，你真的是傻眼了。他这杯子就是来嘲讽我的。没关系，如果抽到一支 SP， 你就可以换 B 跟 C 了。好、啊，换你啊。我要 shake 一下，我只有两张的机会而已。没错。I， 谁要讲？可恶。H。没有了，又是杯子。你注定抽不到一整套，你 B 跟 C 抽不到，而且人家说 B 的索隆非常的帅哦。我们真的要 ending 了，不想讲话了，没关系。哎、欸，我
平常这么哦，然后偏偏就最想要的就不哦，我要用别的管道去处理了。你这只差两只啊，看你 SP 应该也还好，你主要是在想让它。我想要凑整套。对。因为我就很喜欢和风啊，每次都这样，每一次索隆都这样，你还记得我知道海贼王索隆都是最后一个来，之前那个整套还有最后一个来，然后之前那个和之国那个拿九壶那一个，他也是路人换给我的啊，因为我抽了两只还三只鲁夫啊，算你啦，好，没关系，好像 ending 对，忘记要 ending 了，还是你就把手伸进去啊，再撕一张，好，我要把手伸进去再撕一张。哎，我要跟你一样单手撕它。啊，那你撕。好。哎，单手撕好像很难哎。这是我有史以来开最慢的一关杀。G， 好了 ，GG 了，好，就结束了，好。你可以做 ending 了。好的，那这一次这个海贼王的一番赏呢，虽然我抽得很烂，但是没有关系，我们抽了很多赏都会送给所有珊珊们。那大家想要抽奖的话，我不会在 YouTube， 不会在脸书抽，会在我的 IG 抽奖。到时候我的 IG 会集合所有的一番赏跟转蛋成一篇贴文，然后大家想抽的话在下面留言就好了。所以要持续关注我的 IG。那我们现在这边是新来的店，我觉得是我跟这边这个店的气场还不熟，要多来几次跟他熟悉一下。这边是一抽入魂啊。没有一抽都会，好，没关系哈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订阅频道。喜欢名字，按个赞，最后小铃铛，拜拜。喜欢我们的频道，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。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们按个赞，不要忘了，还有小铃铛。拜。